经验。最近玩九呗。不是不缺经验呀，你现在加速自己退坑时间。听我前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我操！我进来，我是工具人吧？我是啊。不行，右边秒了秒了，被秒了，我先打一下，流血流血死了，这会斯巴达的会让人流血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加射不了对面问题，不可能吧？不用加射，扫就完事了，反正就一发的事情。这里都有很多不子弹的地方，不用担心。骨灰吧。对，应该是骨灰。一路很扫就完事，没什么玩的，真的。我靠！东西，该死的还是要死的。不是，这里没狗啊，吉祥哥。如果，关键是各位，如果你被封住了，咋玩什么？被封住之后，我觉得这很快就会被退坑吧，因为毕竟已经被打了。哎，记得把无人机先清一下，这个还有子弹。好的，我被电走。哪有无人机？来，哪有无人机？无人机啊！看到了，自爆无人机。看到了。自爆无人机。看到了，一定杀人。先清。那些自爆无人机出来把自己炸死了，小心右边会刷怪。好，看到了，没事，快打完了，应该还有八分钟来得及。全境封锁真实体验是吗？终于体会到设定版的一枪一个什么感觉了。哎呦我操！叛变特工。对，我靠 ，Tell me。这也是唯一一次能打英雄五边灵的吧，在非原地的情况下。他流浪直接往我脸上轰，哼，体会到我感受了吧，体会到了吧，两发狙往我身上，电磁往我身上狙，变态，早跟你说这感觉了，你还不信，还说什么真实体验，你自己体验到了吧。左边来怪人呢，真实左边呀，你一直看雷达的，我看到左边了，问题是我换子弹呢，雷达我觉得我整理看了也没用，职业玩家我怕什么，我死下来直接秒了，放出去脸下来打了好吧，一个红都没有，没有一个红都没有，确实没看到垃圾，这就是传奇本吗，可真是容易呢。
没了，我就他结束了，结束了。